上景点了。啊、他们就是去那边看完之后，哎呦，光过来这边。哎呀，坐一个四五百啊，那一头，哎都爱足挂的呀，哎。又是一车面包出炉，麦香弥漫，也把人气给聚了。自从爆浆大菠萝广为人之后，镇上的喧腾跟着移转阵地。巧克力嘛，一个牛奶嘛，两个牛奶，一个巧克力。哦，两个牛奶，一个巧克力，我又记错了。人手一个大大的盒子，里装的是老店的古早味，比脸还要大的超级菠萝。在午后，它跟着百吃不厌的经典款亮相，但总是赢得更多目光。茶碗龙过脉，入不到，再来补充能量。所以买了几个？买了两个。你看这个现在有流吗？牛奶已经流出来了。哦。哎，因为这个才端出来而已。哇，第一次吃到刚出炉的。刚出炉的，拜拜。很好吃。嗯。我们上次带回家吃的时候，是从旁边这样切一圈。然后切开，打开里面还是有汤汁，就像一个小型的游泳池在里面。小型泳池里装的可是液态牛奶，百来度高温烘烤，椰香伴着奶香一块窜出，连自家人都为它陶醉。而且我是发明从这里一直从上面不用用刀子直接扒来吃啊，扒一扒之后就沾那个酱吃。哦，我一直在那边好好吃哦，好好吃哦。然后客人说：“你请吗？讲对吗？”云林林内一日游，最后一站总要来朝圣，行程也才算圆满。这个眼镜痴迷啊，我是从斗六来的，来这边爬山，顺便买云彩回家。但当年老一辈做出体态异常而且还会流汤的面包时，客人可不是这么买单。小时候没有那么多人知道它，又买回去又拿回来。他说：“这个行不行？”嘿，他就说：“你这个面包，你这胖行不行啊？”嘿呀，嘿呀，就特别又拿回来。眼看爸妈的辛苦买走又被退货，季文林受到冲击，大哥季志煌更因此想逃离家里。好，爸公吼，我拜拜做胖，啊，到尾又去做别行，嘿呀，当兵完以后。还是觉得要在家里帮忙，嘛是有看到，咱咧看迄一本杂志吼，我到尾啊就是有看到人咧讲，伊有写一篇就是讲吼，你若像安尼处理的事业，你若无接，后摆后悔安尼啊。父亲年轻时跟着师父学做面包，开了店，为了省钱不请学徒，妈妈边带小孩边当助手。两个人每天包办所有面包品项，面团揉着揉着，竟意外想出省事方案。较早就是哦，干那阮爸甲阮母啊两个人在做呢，啊就是脚手无够，就是讲我无做较大粒，做较大粒的就变作本来你爱撮十袋小面包，咱爱撮二十粒，啊咱这大粒的咱就有可能撮十粒就好啊，哎。因为人力不够。哎，系啊，安尼你做较紧啦。啊，没想到就成为特色哟。啊，就很多人喜欢。抢时间，省人力，于是原本小小的菠萝面包在季家长大了，变胖也变得更有料，内馅还填进奶油加上牛奶的独门配方。老师傅的配方。嘛是有伊的一个特色啦，古早的物件有古早早期的特色，啊，甲早期的迄个味道，慢慢的就有爆浆这个名词出来，哎，啊，我就甲改做爆浆大菠萝啊。
四十年来，人心思变，但就是比例都没变。以为的梅熟，其实是更高段的口感呈现。软红红的面团也始终如一，是现打红萝卜汁的表现。物质匮乏年代，老一辈把心意藏在里面。这算是一个足传统的一个面包啊，啊，可是你有时要食到伊迄个面包。面团迄个味道，迄个香味，面团迄个香味，也是讲迄个麦香味啊，啥？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算阮爸迄当阵伫做迄种，食起来迄个味道。年轻时跟着爸妈做，没发觉自家菠萝的特殊性，直到地方观光振兴、部落客挖掘，才知道是烘焙界的亮点。随着外地客涌入，产量越来越大，季志煌把弟弟妹妹都召回家。动作超快，你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做不完，做不完，被客人训练的吗？每天做。通常假日生意都爆量啊。好多。爸爸和哥哥指导下，季志家练就好手艺。每天兄弟俩忙着做爆浆大菠萝，姐妹们也跟着赶工。这位是排行老几？老三。你是老三？对。那你平常也在店里帮忙？对啊。所以今天在做的是，这个是我们店传统的小菠萝。哦，也有小菠萝。对。然后像这个都很传统。在我市面上应该都看得到这种造型的，对，红豆面包啊，花生面包，对。哇，那您是？我是大嫂。大嫂，大嫂，大嫂现在在忙什么？我们家的那个小明星夹蛋沙拉，然后有客人都是跟他叫潜艇宝。传统口味潜艇堡，炸过后的面团多了份 Q 劲。这款营养三明治内馅从打美乃滋到酱烧卤蛋，统统自己来，在乡间热卖也已经四十年。我拢讲我如今来这个大学，像有的小朋友上我来的时候就很小，然后现在已经读大学了，你可以原谅我。原本第一代是在彰化做面包，希望有自己的店，才搬来云林林内。一开始口味、售价不被小镇居民接受，磨合了好久，才愿意进门掏钱。有时咱做了无好，时阵出去人嘛看到咱，人嘛会甲咱讲啊。哎呀，啊恁最近恁迄烫啊上烫了较甜，也是安那哦。安尼我等来搁注意看嘛。老人家开山辟路，大哥季志煌第一个接下棒子，传承爸爸的原汁原味，现在由他领军，带领着弟弟妹妹往前走。做胖的那组工哦，咱一个球队，正大家安尼做一做，叫我同讲在咱的面包做好好啊，做一做才，再个发展哦更加大嘞，才有迄个机会。啊，若家己一个人。一颗爆浆大菠萝掀起一场味蕾革命，对季家人来说更是依恋爸爸的味道，这味道把一家人紧紧团结在一块。这一回包中乡的蓝天不太给蓝，夕阳也不够洒脱，绝对不是个最佳开摊的日子。可客人却像打好契约一样，傍晚陆续报到，很是有开趴的 feel。 我们跟着餐车跑。你们是忠实的粉丝啊。对啊。好，我要打算跑。你的相机的饭也有啊。今天五个人来，六个客人。
人的七嘴八舌。后场的张胜勋听到了，家族火力，三锅齐开，高汤、酱料、蒜片、洋葱、奶油依序而下。已经七分熟的意大利面在热锅里舞动着。忽的快手把白酒一倒，好奇围观的绝对要小心眉毛给烧到。客人比较不常吃到这些东西，所以大部分的妈妈晚上都会出来买晚餐给他们的小朋友吃。煮一碗大概要一分半，然后如果同时开三锅，一分半就是起来三锅的面这样。的确，掌握好一分半，就得到一整夜的成就感。最高纪录一个晚上，这厚实背膀煮出快100碗的意大利面。你帮我抓料啊！你帮我抓料。好好，你就看得出啊。乡亲对这位汉操特别好的弟弟，是吃在嘴里，赞誉的像是自家小孩。赞你哦！我带你变个家里。从哪边来的？斗南。斗南啊！哦。为了这个意大利面吗？对对对。为什么这么吸引你啊？哦，我常常在吃这个鸡肉的。嗯。有没有？好吃。有铺空过吗？我会看他的粉丝专业，他会说今天会不会开这样。我住古坑来这里也一大段路啊，那就好吃啊。哎呀，而且你意大利面要找那么平价的很少啊。这两个不是乱了？哪一个？开着餐车在园林嘉义的乡下跑花，自比是浪人，浪人每晚都在不同夜市落脚，不大的餐车装载着意式美味。青酱鸡腿下来，青酱鸡腿，哇哇哇，缺人手，妈妈是最佳后援。青酱、白酱到红酱，还有偏辣的末式，再搭配烤鸡、蛤蜊或是海鲜。不想吃意大利面的可以改吃炖饭，靠着四种酱料编出30-40种口味，热腾腾上桌，均一价统统100块。为什么是这个价？因为当初创业只有一个人，懒得找钱。这个味道他们能接受，我也觉得他们可能觉得比较特别吧，没吃过。对啊。就是车前会不会心里还是会忐忑？会，会，会。然后等一下会不会到底会不会下雨啊？就有点乌云，频频搓着手指头，透出不安的心。从大皮往包中的方向望去，一团的乌云，看着天，每天总是个犹疑不定。我也没办法保证会下雨。夜市生意出车前的3小时，会不会下雨？该不该备料？总陷入天人交战。是先用水吗？先用水煮一半好了。但当进到屋里，面对炉火，心思就得定下来。其实妈妈已经默默在备料，而她也赶紧让蒜片下锅。为了出餐快，食材要切得薄，烹煮也要先达到七分熟。因为我有一道是那个蒜香白酒的，蒜片跟那个意大利面一起炒的话，它的味道会比较重。餐车跟就是在店面比较不一样，它很多东西都就是要克服设备上的问题，可以先做先做，不然在现场的时候会很乱。经历过混乱惨况，被客人抱怨到停止接单，所以想办法拆解做餐方式。时间分秒，蒜片由白渐渐变金黄。其实念的是饭店管理，不喜欢进厨房。偏偏在澳洲打工度假的2年时间里，为了省钱，得自己料理三餐，才摸出兴趣。之前，我外公外婆那边过年的时候，就是亲戚回来，我也会就是外公外婆就是请我去那边，就是做给所有的回来的亲戚吃，这样就是当就是类似年夜饭这样。几个人啊？三四十吧。对啊。
哇，那你就是小小中后塞嘞。对，就可能过年的时候会去帮忙一下这样。嗯，对啊。是算外快吗？对啊。差不多了。张妈才一个起锅，你已经受不了了。这是你最爱的。前去吃过那个有一个那个铁板烧，它就是蒜片，然后我们吃完就跟人家要蒜片吃。这该不会是你要盛勋做的吧？没有没有，是他自己学的啊。就那时候妈妈说很喜欢吃，我说这个我会做啊，干嘛？原来近在眼前。妈妈都是第一个要试的。如何？从不做到爱做，别人开店他偏要开车，满腔热情，家人被他的行动力给打动。姐姐远在宜兰，但当起小编po文，养鸡高手的妈妈可以是金主，但偏偏被冷落。他买餐车的钱是他不靠我，他自己贷款，他要自己贷款自己还，真的啊。对啊，他不要啊，我那时候要拿给他，他说他不要啊，他要自己靠自己啊。他不接受你的金元。对，他要靠自己的。因为觉得金钱这方面，如果是妈妈借的，可能会觉得晚一点还怎么样没关系，就不会去逼自己一把。没有动力。对啊，就是如果是贷款的话，就是到时候压力都是在自己身上，我觉得比较能。压出一些东西来。说着说着，午后的西北雨真的落下了。老爸，你要出去吗？我觉得那边蛮亮的，可能这一波看等一下会不会停。又是一阵的七上八下，这时候电话那一头的粉丝跟着不安，就完蛋啦。对啊，就下雨啊。好，我们再观察，再祷告，再那个拜拜一下，看会不会停雨。OK， 好，拜拜。朋友都等着要吃。同学，有一次我们去到北港，下很大的雨，然后我们又回头，然后就没下了。开到半路就又没下。现在那边好像下蛮大的，老庄那边。对啊，他现在那边下很大，可是下了大才停得快。面如果一下你就去了。对，因为就可能去那边看能不能看状况出，因为面我大部分都煮当天卖完，就不喜欢放隔一天这样，让他堵。跟他赌，很挣扎。煮意大利面成了开摊决战点，既然料都备了一半，就决定跟老天爷赌一把。就在出车前，天放晴了，纠结的心豁然开朗，动作也得更加快了。就可能我比较适合户外的东西，就是在一个空间体系里面待太久，我会没有办法接受。餐车花了全部大概快六十几吧。对啊，就是光空车，那时候找空车，然后找那个车上的设备的那个规划，然后跟那个施工，全部弄起来大概差不多六十几，真的不知道。可是也是一种压力跟动力吧。可能今天下毛毛雨好了，就可能想说啊，好懒，就不要去好了。可是你会觉得我自己后面有就是一股压力，我必须要去做。所以你贷款还有一年多？对，还有三期，一年半。那你会不会是同学里面最勇敢的？没有，我很多同学也都是自己在创业啊。从小在大皮乡长大，乡下地方，放眼望去尽是田地，像极了最喜欢的澳洲，才会决定以家为出发点，开车到马光、包中、仑背、大林等偏乡区块，煮面给长辈和小朋友吃。
杯子没了，我要去帮你买。你好了就把东西给妈妈好了。我们在这边是越过了人群位，看怎么会看到好多人呢、啊？就是这份人情味和清明假，把婆婆妈妈、阿伯阿公都吸引来。到，还少一个，还少一个吗？红酱鸡腿，红酱鸡腿饭吗？现在在做，等一下快出来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乡下地方的夜市场面迷你，人潮无法和大都市比拼，但每位老板无不卯足力地展现身手。一年多来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盛勋说最开心的是有人因为他尝到生平第一盘的意大利面。今年三点，我自己坐餐车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环岛到各个不一样的地方，去融入当地的生活，去利用当地的食材，去跟当地人做交流，这是我自己蛮向往的生活。梦想像是孩子，要养才会大。一股热忱，还有家人支持，独立有想法的张盛勋不被阴晴不定的天公背给打败，坚定心意，朝着目标往前行。我来来接哦。我要用五百斤啊，要加鱼多啦。两大两小的，啊，你要吃要饱。哦，我对囡仔从七八岁吃到今嘛，七十六岁啊。你没有看到那个有上课来的时候，滴滴哦，人山人海。会有，就每次来必吃的，对。老店啊，它原来是在对面那个围墙那边的，这是庙口文化，就跟新竹的那个城隍庙一样。新义的北港庙边总是不分周末周间，大街上这会儿教班香客才刚踏过，下一刻众家老店随即扯开嗓门迎客，哪怕时间才早上八点钟，蔡家的第一大锅甲鱼肚羹早已经就绪起锅。因为哦，阮北港人爱食好，爱食免鱼多。甲鱼肚顾名思义，正是甲的。北港老一辈人家上上下下过去总是免鱼肚为珍宝，但后来野生免鱼产量变得稀少，拿鱼标做成的鱼肚，口感又有几分跟蚌葵相似。于是蔡黄明年轻时便打定主意，专卖庶民版的鱼肚蚌葵羹。啊，我做北港好嘅人爱食免鱼啊。有钱吃嘅，无钱免吃。所以好嘢人食真嘅鱼肚鸡，啊善嘅人爱食蚌皮。有钱吃真鳊鱼，没钱就吃甲鱼肚。尤其猪皮经过日晒、油炸再风干，工序虽然细琐，但手法若运握得巧，蚌葵煮进羹里，掺入鱼浆块，保吸酱溢汤汁，风采清鲜，倒也未必会输给真鱼肚。这鱼肚哦，阮家咧办的红肉皮，第七路办的比恁十四碗菜了，几碗菜拿出来就第七路的咯。啊，阮家哪里办的？来请恁台北人出一碗真的鱼肚出来。恁台北人啊，恁北港人无意思啊，出一碗蚌皮。啊，阮北港人，恁若唔食，恁卖食，我等下个蚌皮。啊，你遐济都未去啊？拌面羹，上至鱼翅鲶鱼，下至庶民肉皮，蔡黄明调煮了一辈子，各种精妙更是拿捏于稀松平常指掌之间。小时候父亲就是摆摊卖小吃的，年轻时他其实也卖过生炒花枝，后来娶了太太，本想举家搬到外地另起炉灶拼生意，北港的妈祖婆却不同意。啊，我得去跑妈祖婆啊，我讲要来插飞机啊。做便器前，我都会插回去。哦，生意偌好嘞！妈祖婆婆唔嘛，啊要去台北啊唔嘛，要台中啊唔嘛，啊这都若无人咧卖咯，我无得啊卖这样，妈祖婆婆好咧卖这样。直到省会的当下，其实那时北港刚好有间甲鱼肚羹收摊了。
王明玉是义无反顾，更不担心抢人生意，便推着摊车准备到庙口大展身手。偏偏一刚开始，除了几个吃点心买温饱的本地孩子之外，成天多少路过的香客却一个也拦不下来。两碗肉羹做两个呀，啊，两个鸡鱼刀，两个肉羹，两个鱼刀，拢无用处，拢唔食。外地较食的是惯这凤皮，啊，凤皮是所有的人食较习惯。拢炖虾仁。咱家海口人、庄口人拢买对咧，买滚菜头。纵使手里的这碗羹汤熬进高丽菜的爽甜，汤底清若无物，凸显甘美，但碍于外来游客对于本回总有慰藉，无计可施下，蔡黄明跟太太只好再端出香菇肉跟卤肉米粉，就这么从一碗一块钱开始卖。这无南油来，几贵碗，这油来就袂念做。咖啡粉就是用手骨拉的啊，这拌的尔，无落去炒，这是按拌的尔，无炒，炒的是一碗一碗，搁用料落去念是炒。较早是安尼无，即马拢是啊炒面咖啡粉。较早你啊是啊人个咧丢丢懵，咧无用，等下丢丢懵。啊，我其实唔是直接落去炒。嘿，无炒。啊，无阮就话甲讲卤肉面、卤肉皮。好，安尼140。后来因着几样平民小菜，拌拌面的陪衬到位，但王明假粗霸的策略果然带来后世人气飞涨起来，专卖假货的庙边摊位就这么成了一家子两代人的 local 家业。那个假日都是人啊。啊，你下课有没有去帮忙收碗？还要做东西啊，用那个本盆那些啊。是哦，你要帮忙啊？对啊，都要帮忙啊。对啊。你不做也没有童年。有啦，童年在庙口了。在家里这个从小做到大哈。我小时候是富贵手啊，我小时候都在被洗碗，等一下就整个都富贵手了。虽然从小洗碗洗到怕，但身为老店的第二代，蔡瑞展打自内心还是自豪的。尤其自家羹汤早在10多年前就被客人逼着要贩售宅配，现在运送版图远到离岛，甚至还有客人冒险带出国的。美国那个是一个阿梅亚，对，他现在也现在不多，也是30几岁了。他去那边读书的时候，把那个肉干冷冻起来，他偷偷的给他带到美国。可是要入关的时候，背一只小狗坐着，他那个美国的警方告诉他说，你里面有违禁品，怕他拿给他干吃肉干。无人我都代替伊的迄个气味啦，迄个特殊的口味，迄个无人不管无人倒去啦。我昨天也是食，阮家家阮李处长咧做的时阵，阮就直接咧食。吓哦，气味拢足赞的，我拢食一下啦，袂歹。没人替代得了的滋味，乍看清清浅浅，千亿低眉，却在人吃尽风香百味后。心生惦念，或许这就是老味道历久弥坚的理由了。你好，一个卡拉鸡好。琳琅满目的炸面包，把陈列的点心柜塞得满满的。地点临近云林虎科大，荣登学生下课后最爱的能量补给站。上糖衣的甜甜圈，各种口味的果酱面包，还有包进丰富馅料的创意三明治。我们有热狗，有明虾，还有无骨鸡排，还有营养三明治啊，沙拉串啊，熏鸡堡、板烤鸡肉堡，不早味只有一种啊。我们结合了很多种，这是古早味，有创新的元素，有装饰哦。五彩缤纷的层层叠叠，鲜艳的台式潜艇堡，通通都是当天新鲜现做，往往开摊不到3个小时，能选择的口味就越来越少，扑空的、残念的，只好隔天清早。我通常都买甜的，但是这量很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做吧，都我觉得
每次吃到都热热的，蛮好吃的。今天买的算少哎，真的，因为同事都觉得很好吃，而且很便宜。一般有的放久了就会很油，对，而且它砂糖放久了也不会软掉。我本身也喜欢吃甜甜圈，然后小朋友也喜欢吃甜甜圈。现在古早口味的甜甜圈比较少见哎，所以从我们斗六跑来这边。经验的客人都知道，一次要带上好几个，才不会后悔买太少不过瘾。后场的油锅不停地炸，重复播放着面团受热膨胀的疗愈画面。刚开始下去的时候，其实还好，一下子就可以翻。主要是翻过去之后，才要等它上色的时间。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嘛，然后客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忽略油锅，然后可能就会黑了，就太黑了。就是有时候自己太粗心，丢太用力，油溅起来。宁静的三合院老宅仿佛退回时空最初的样貌，几样简易的机器设备就是老板的迷你烘焙坊。我阿公那年代啊，他们有四个兄弟啊。啊、这里是中堂啊，大厅啊，然后大家都分家出去了，这里就闲下来，就饮水思源啊，就以前人也是都在这里生活啊，我们是在这里工作、啊。这个都以前在北部开面包店啊，收掉啊，把这些机器全部载回来。做面包一个重点就是搓圆，我们有在面包店做过啊。所以这个都是面包店的基础。一个一个面团全靠着手工整形，才有更扎实的层次口感。老板娘沈玉山从旁当个小小助理，毕竟揉面团并非一朝一夕的手工活。不打杂的，是帮他沾面包屑啊，或者是做记号，就是口味的记号。之前有想要帮他包馅啊，就是帮他整形，然后他说你会吗？我说看那么多我会啊，看你就是能不能接受而已。就他就说不太丑，不行，那谁要买？就是他自己包的就是最好的，他没有什么标准。沈永柱当兵退伍后，因缘机会下北漂到台北当烘焙学徒。辗转到各家面包店学习历练，只是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这么顺利平稳。先在面包店上班啦、啊，然后再来又去开面包店，之后就做不起来。学这个都会想创业啊，啊顶下来其实就学个经验啊，对啊，也做了三年半四年，之后就小孩越生越多的时候。想说我们要回经营不下去了，出门在外啊都是租的啊，啊小孩也都自己带啊，蛮辛苦的，对啊，所以就选择回来南部自己的家乡做啊。回到家乡后，一开始在村庄里头卖面包，生意没有起色。开店经营面包店成本又太高了，回想起曾经在路边摊卖三明治，也许可以再尝试看看。因为我以前有在新庄的夜市摆摊过，摆了两个月，所以这个生材工具以前都有买过，放了十几年之后才继续再用它。在科学园区上班的沈玉山，起初并没有跟随着先生一起做生意，夫妻俩分隔两地，各自打拼。很反对啊，因为觉得太累了，可能在科学园区太舒适了吧，就会觉得要做生意好累哦。那时候我们是在龟山，对，开面包店，然后有时候去到店里，或是跟他回来南部回婆家的时候，就会一直念啊，说夫妻怎么不一起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对，然后就觉得有压力啊。没有啊，一定要辞职啊，夫妻嘛，本是同根生啊，对吧？我们要一起生活啊，那我们很恩爱啊，24小时要腻在一起啊。因为做生意，我觉得就是要那个夫妻一起帮忙啊，
对啊，比较容易成功啊。经过一次次的失败，夫妻俩同心协力，互相扶持，携手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其实我老婆很贤惠啊，闲闲都不会啊，没有了。我们小孩都自己照顾啊，然后要工作，对、啊，要打理家里，所以很厉害。我是觉得没关系啊，就在这边，然后又可以自己顾小孩，对吧、啊？反正生活过得去就好了。啊，很满意，打一百分。一定要一百分啊，不然就不做了。你好，一个花生。人生的经历如同画布，天上五颜六色会更精彩，就像精心装点的沙拉船，满载着甜蜜和希望。水光潋滟的鱼乡，白鹭足迹处处。一方方鱼纹平起的热带国度，虽成不了苏东坡笔下的西子西湖，在曾介重眼底却也闪着同等灿艳晴光。鱼纹下混养的石目鱼纹格马蹄格块头硕大，生蚝更也因采单颗养殖，粒粒壮美。马蹄格跟文格哦，它是一种逆时性的，在泥土底下，好像历史水中的一些利藻，如它们利藻的种类不一样，它单颗生蚝的话，它是这样180度这样立，大小通吃的，所以在整个养殖场里面的生态啊，这样比较平稳。生态养殖在这个年代虽非常态，却也不是什么稀有风景啦。但就养马蹄格来说，它可是第一把交椅。早期的话，我们这边的养殖前辈啊、耆老啊，他们晓得有这种东西的，它有一个俗名了，因为它长的速度比文蛤快，比文蛤 size 比较大，所以它有一个俗名叫文蛤舅。文革舅，文革的舅舅，文革的舅舅啊！那阮曾家所在，天顶天公地母牛啊，母牛公啊，母牛上大哈，然后一只牛就是上大。蛤蟆骨个头庞然，外行看来大小几乎接近半颗那一般。不过叫了数十年的马蹄格终究不是蛤蟆，反倒是蛤。比起那些外壳鲜丽的蛤蜊，马蹄格的颜色虽暗淡了点，拥有的纹路或橙黄或斑驳，刻画的确是一生传奇。像这一颗的有没有？它从种苗嘛，它从种苗一直长到这个地方。一样都很顺遂啊，哦，不愁吃不愁穿的。像这一棵的话，有的话就比较坎坷了。像这一棵有没有？它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黑黑的，有没有？黑黑的，表示它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当下就台风啦、地震啦，或者下雨季啦，或者什么贵水去影响它，让它生长这个地方就受到惊吓，就会生长速度的话，它就会比较迟缓。其实怎么分辨文蛤马蹄格实在不难。大宗文蛤外壳表面光滑，色泽偏明亮，再相较马蹄格有着浅类的纹路，细摸后当下谁都能秒判。对曾介重来说，和他的情缘之所以坎坷，并不在那一见钟情热恋间，反而是日久生情相处后。就20年前的话，我一样上我们的一页组的网站啊，农委会的网站啊，查不出这种东西啊，所以我就就它的形状哦，它站立起来的姿势有没有很像马蹄，所以我自己把它命名叫马蹄格了。哦，这个就是马蹄格的由来。那像这一棵的话，它比较黄啊，它表示它生长在那个地方比较有黏土了。黏土。生长在黏土的地方，它肤色也会比较这样。如果沙的话，会这样。好像这个长了很多，就跟我一样长了很多那个黑斑啊，什么一大堆的。确实，若要回首一路走来，曾介重和手里的那一颗布满黑斑、命运拐传的马蹄格的确很像。在还没有回乡接手父亲的养殖池前，他是名警员，理当也和宇文的一切毫不相干。
那时候警察当时的升迁管道很狭隘啊，然后又社会形象也不好啊。像我们的话有一句俗语啊，像我们在警界的话，一年那个一线一星干起，然后一线二星干到底。除非是早期我们那个是 M16，如果怕不戏啊，才会破格升迁，不然的话你整个人生啊，升迁无望。空有抱负却有志难伸。还记得35、36年前，家里的养殖业正如日中天，草虾鳗鱼王国，实现了多少养殖户年薪百万的梦。刚好那几年文蛤的价格暴跌，他在某一回踩在红树林泥下时，发现了红树蚬，也就是后来所命名的马蹄蛤。当时心里头这么想，卖相这么好的蛤蟆，养成后肯定销路极佳，却没想到带回了鱼温，它根本不产卵。早期那个文蛤啊，稍微把它气泡蠕动去对待它15的话，它就会生了、啊。有时候好几小时，它还不生啊，我就把它起来敲一敲啊，呵呵敲一敲，或者是把它拿到冰箱里面去啊。提高了孵化率，曾介虫开始渐烈欣喜。鱼温里马蹄蛤越养越多，却忘了养殖密度一高，水质一变，环境也会跟着改变。接下来马蹄蛤便动不动就群体死亡。一池的话都要300万以上啊，但我那个池子很大，一个池子里面少说都1-2万台斤了。小的如果大的话30万-45万。3年之后我那个老大，他读高餐呢、啊。然后要去学校注册啊，那个碰巧就那个阶段了、啊，没有钱呢可以注册啊，那高三注册很贵啊，第一学期要10万了、啊。就这么等到摸出和马蹄蛤的相处之道后，又是3年，但据吴爸拉一问世，却没有掀起抢购潮。曾介虫是在很后来的展售中才发现马蹄蛤的商机。像我一个客户啊。我就在那建国花市，像它是结合药膳，然后把它入味了以后，马蹄蛤放下去，它马蹄蛤是拉嘛，那它讲的是拉精嘛，哦，喝了拉精以后，半夜就变腰精了，晚上都睡不着觉。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蛤蟆叫 KB， 拉叫过关。所以蛤蟆的话，人家是吃气味的，那它吃起来口感也是会比较不一样，所以你在咬下去的话，它比较容易会有一种爆浆的口感在。产地旁的餐桌，文蛤马蹄蛤是天赐恩物，快炒有着过瘾的鱼肥，煮汤也鲜滋清甘。而把牡蛎养成线下烤盘中绝美的生蚝，则是历经了把红树林搬进鱼温，成功养大马蹄蛤后，曾介虫最终领悟的生态相依并存。你站在他们的立场，好，祖禽一融合的话，它的环境都会改变的。哪怕是一草一木，早期方圆百里，四面鱼温中仅有一个马蹄蛤之父，单打独斗的孤寂，岂是只字片语能形容？曾介虫说，现在看着周遭养鳗鱼、鲷鱼，又或是做乌鱼子，也能和他一样把养殖业变得文青优越，那真是再感动不过的事情了。守得云开见月明，大概也就是这一番写照。喝起来金鱼帮，哎，我们蒸米炸油饭起锅喽！哎，大家好喂，好啊！我之前从半年前到现在，已经跑过15个市场，像今天在南投市场，它是10点过后人比较多，就是油饭一起锅，通常就会秒杀。什么？一起锅就秒杀呀？都说出家人不打诳语，但在菜市场里，相较左邻右舍的跳楼大拍卖，李其章道性虽浅，对于炸油饭却是真有几分本领的。哎，喝起来进入帮客来了哈，百年传承独家新口味哦。哦，百年传承是因为遇到一个90几岁的老阿嬷，他说他没有吃过炸油饭，然后他吃的说很好吃，我说这是98年的失传的功夫，快百年，然后我就直接砍他百年失传的功夫。摊位正后方，大铁锅滚得满街油香，也许一半以上的围观人潮是真的打从出生未见过生油炸成油饭。
蛋，愿把口袋里的钱包掏出来，多半还是为了木桶里的咸鲜浓荤。一次下足六种配料，可有派头了。吃看卖的，再来老板，吃看卖。哎，我们这个哈有六种料：干贝、鱿鱼、猪肉丝、红葱头、虾米、香菇。哎，不好吃免钱哈，我们生米炸到熟。哎，每次去新的市场，只要有吃过的客人，大概都有三四成当天会回购买炸油饭。摊位前一秒才扯开嗓子大喊不好吃不用钱，说时迟那时快，这会真有回头客回来了。今天大姐来三次来。不错了，几点的时候来吃的？刚刚啦，而已啦。刚刚。哎呀，没有几分钟啦。啊，为什么马上又回来买六盒？我怕它卖完了啊。我不是在操蛋，没有人煮的比我好吃。真的，他真的煮的比我好吃。刚刚 Q 呢，没办法吃了。但一般用吹，我刚刚我讲。这比较 Q 啊，好吃。有啊，味道嘞，汤味道很香。你刚刚有买过又回来买啊？对啦。那你还买几次了？买两次啊。眼看快木桶内的第一锅又快扫得差不多，生火红葱头倒进油锅，接下来干贝、虾米、鱿鱼炸到海味尽出，香菇、肉丝也得分别爆满各自的风香原味。李七章产下的这一门古早味，因为不下糖也不加盐，所以更得靠油炼出干货的精粹。对，因为我们原本油饭里面就没有加任何添加料，就没有糖盐味素，就是靠食材本身的味道，所以把食材的咸度跟甜度都把它用在油里面，然后跟油饭搅合在一起，然后这样起来的话，油饭就不用加任何调味料，就是吃食材本身的味道。来哦，炸油饭哦！说起炸油饭这项生意，才二十出头的李其章，其实并非摊子的第二、第三代。当年研发出这项绝技的是云林家乡的邻居阿贝，因为小农村里总是经常遇上糯米生产过剩，邻居阿贝又善于开发冷冻食品，所以20年前他便开始想方设法要做点异于传统的，像是油炸生糯米。就是前面生米倒下去之后，起浆那里，然后他就觉得饭糊掉了，就坏了，就倒掉了。试了蛮多次的，生糯米洗后没泡水失败倒掉，泡了水时间不对起浆还是倒掉，就这么反反复复试了又试，直到第四年才发现，原来当初那锅因为担心反酸变质而放进冰箱里的比例居然才是对的。就吃到后面每次都起浆啊，然后就不理它，然后就炸到最后发现它变成米了，就是突然油热了之后它又把米缩回来，对，就像现在这样，就一直炸，一直炸，炸到变成这样。8年级老板家里从小就是做小吃的，阿公卖生炒鸭肉羹一卖两三代。李其章就算小时候只管穿梭在店里打杂，对于汤汤水水工作也还不算陌生。不过说到炸油饭，不仅得练到炉火纯青，还得上市场摆摊，那就隔行如隔山了。帮我看一下啊，就他不嫌弃我大学刚毕业啊，然后他就开始教我，然后后面带我跑菜市场。那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什么？菜市场有人吗？因为我没去过啊。对一个从小到大根本连菜市场都没逛过的8年级男生来说，生意到底该怎么做啊？刚开始不懂得打摊，就连那个 A 架都不会用，就是都看别人怎么摆摊，然后看着隔壁摆摊，然后跟着学摆摊。对，那时候就是随便乱摆，然后摆一摆看别人怎么摆的。来，炸油饭。好不容易铁架架好了，摊位也开始有模有样，但是熟户阿姨们总往别摊跑，李其章不走浮夸叫卖路线，但客人从哪来呀？都送的，就是
没有人的时候，我就说送油饭，油饭用送的，不卖，然后人家就来了。然后下次去的话，他们有吃过，你就有来。我都说你先试吃，啊，如果他不试吃的话，我就说不好吃不用钱。不好吃不用钱。对你买完回去吃完，你盖子拿回来，我退你钱。凭油饭盒盖不好吃退你钱，这招是阿贝教的。但后来李奇章跑遍中部各大市场，确实过了大半年，也还不曾遇过一个回来讨钱的。这用钱哦，跟外口吹的无同款，有买无买拢无要紧，试吃看麦。你要怎么样吸引第二个人留下来？就是如果只有一个阿姨，然后她就是观望的。然后我叫她试吃啊。叫第一个阿姨试吃。对。然后呢？然后说好不好吃？然后说很好吃。然后就旁边就像这样，然后有些人就围过来，啊，有些客人是会问客人说好吃吗？啊，那客人说好吃的话，他就直接买。对，有时候我们介绍很多，他都不会听，就客人介绍客人是最快的。我看过，好像他们的这样子就不错啊，都好像马上在做美，新鲜的呀。嘿，对，不错啦，你自己吃吃看就知道啊。生米炸成的油饭。在形式上看来新颖，但最终米香脱去油腻，留下精彩。灵魂总是传统的，既柔媚悦目，却又温润含蓄。花生再来以后，先炒，炒完以后。粉碎完，是经过这个蒸炉以后，然后压成膜，再来就拿去冷压。油饼在热气白烟里一块一块压好，接着堆高放入机器。金色透亮的花生油缓慢地涓滴而下，就像时光在云林园长乡这座古老制油厂也是缓慢地流泻，几乎不让人察觉。等待是确保油品的唯一方式和仪式。早上就是一直等到下午，它完全没有了，我们就回家了。阿嬷坐在小凳子，静静地看着油一滴一滴落进铁桶。她专程把家里种植的花生拿来油厂榨油，怎么这么搞刚？老人家回答：跑这一趟绝对值得。长寿果，哎，对，一家的健康啊，对咱的身体无白害。嗯，啊，这葡萄可是咱家己种的吼。对。我叫少年的奶油，我少年的壮口。花生有比较少人吃啊，就是说，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比较不喜欢吃这种传统的油。所以你们这样进去做也算是服务花生农嘛，哈。对，是一个服务的性质。对啊，不然的话，其实这个利润应该也很少。对啊，而且很辛苦了。排队等着榨油的，还有园长乡种黑金刚花生，种到闻名全台，还写进国小教科书的吴家人。这么好的黑金刚花生来做油，因为我们花生有些外壳破掉，不能完整的花，我们就是可以多加以利用。那有些我们做花生糖，可是有剩余的花，我们就是做一些油。我们这个油呢，黑金刚因为它有花青素，所以我们都是整粒下去，像这个做油饼，然后可以冷压的方式，让它慢慢滴下来，啊，所以说很纯。用丑花生制成的黑金刚花生油，一开始只是自己吃和分送亲友，后来应消费者要求开始少量供应，真的只能做限量版。因为12月正是黑金刚的采收季节，
吴家第二代四个孩子都得放下手边工作，请假的请假，从南北各地回老家集合下田。这样的做法绝对不符成本，但是孝心和传统无价。现在有大型机具收花生方便多了，但机器没收到的、落下的，还是要靠人工去捡去挑。吴家老幺文清手脚已经算利落，速度还是比不上左邻右舍临近县市特别赶来吴家田里捡拾免费花生的婆妈大军。阿姨们提着水桶、塑胶袋，紧紧跟在采收机旁边，下手没再犹豫客气。文清笑着说：“阿爸有交代，掉下去的花生让大家捡没关系，共好是农村该有的样貌。”先把它剃了拍嘛，两三天了后，土好下落个，咱就爱再来收起来，然后再染土。你有没有觉得你上班比较轻松？那当然了，谁现在没有年轻人要当农人了？14天左右。对，因为黑金刚壳比较厚，要晒比较久一点。一般花生。冬天这一季大概，如果油豆大概6-7天。花生铺平日晒要花加倍的时间、加倍的体力，粗重的工作就交给两兄弟和两姐妹的先生四男丁联手。一棒交一棒，然后互相的扶持，然后做这个事了以后啊，各司所职啊，大家分工合作，慢慢的就可以把它推广出去。难得哎，而且我们都有在就业嘛，我们没有经济的压力。在大企业担任法务主管的吴文胜，平常坐办公室，一年一度的花生工虽然吃重，但当大哥的总得带头凝聚弟妹们的向心力。另一头，工厂内，凤珠、凤珍两姐妹正在吹毛求疵、鸡蛋挑骨头，做包装前的最后筛检。这些不好的，就是它可能是卖相不好，可能是外观啊，可能是有破壳什么的，怎样子？这一颗为什么不行？这一颗它太丑了，太丑了，对，颜色不对，我们就要把它淘汰了。万一要不然客人他播到一颗不好的，他还打电话来骂你。去年吴家四兄妹才联合贷款盖新厂房、买新设备，用电脑跟头刀，希望减少人力。因为爸妈年纪真的都大了，拍摄的这一天，吴爸爸刚好带着吴妈妈进城到大医院看病，没能全家一起入境。不让父母劳心劳力是子女们的共同念想，哪知道天价的贷款贷了，新颖的厂区盖了，却遇上疫情搅局，欲哭无泪。整个通路都跑不动了，至少剩不到1/3的营业额。对我们花生农来讲是很煎熬。对。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生意拦腰砍半，日子还是得过。空档的时间多了，厂房就开放给国小学生做校外参观。孩子们有吃有玩，心满意足地离开。吴文清办完花生哥哥，转身赶忙起火准备炒花生。炒花生就像炒咖啡豆一样，每个环节都有烘焙师的细心。
样的有没有变色了？有没有？这样就熟了。花生在输送带上热力跑步，就像吴文清急匆匆的脚步从没停过。炒炉机器都是任职工程师的文清亲自设计的，自己设计自己担，工作加倍他也无怨。当初选择留在云林，就是要让外出打拼的哥哥姐姐们放心。做花生油够忙了，吴家子女还专为爱吃甜却不能吃太甜的母亲量身设计低糖低卡的黑金刚系列零嘴。他喜欢吃，他就会一直吃一直吃。哎，那我们家有很好的黑金刚花生，做个黑金刚贡糖，然后真的是不甜又很香酥。年节前赶货出货，一家人和成堆的花生奋战。冬季是忙碌的季节，也是团圆的季节。俏称黑心钢是黑心产业，而这颗黑色的心很温暖，很美好。八条谁的？多的。哦，一桌会香不？一阵一阵白烟弥漫。空气中伴随着炭烤香，放眼望去，挂上满满香肠门帘的小货车，成了最吸睛显眼的招牌装饰。两份大肠包小肠，要加酱油加菜。好。没香吗？卖香，卖香。追究他嘴，追究好多钱。火焰四处流窜，香肠、米肠在热烘烘的烤台上轮流翻滚。扑鼻香气总勾着闻香人垂涎。我想到就来了啦，反正一天来了两届，我买两届啦，袂新啦。哦，囡仔食大汉咯，南水跟红站，这口味同原始的味道。这边的香肠很特别，是用羊肠下去灌的，哎，他所以特别过来这边尝试看看。你好，你好，吴妈。哎，跟一般的香肠不太一样，比较像腊肠。还不错。我每天都吃牛肉啊。是啊。几条鱼？几条？我买四条。好好，安尼好。好吃到忘我，想必这个传统点心的魅力有多大？在云林马光厝的香肠摊很不一般，别于传统使用的猪肠，换成羊的肠子来灌肉，纤细外形像极了腊肠。里面有夹姜片跟咸菜。啊，咸菜是我们自己调味的，买回来自己调味自己炒的，香气很过。我们就是试了很多种，就感觉姜片跟咸菜加在一起，吃起来比较爽口，比较不会油腻。独门调味，咸香够味，就连炭烤方式也很特殊。像我们是用油煎的，在烤盘上用油煎，这样子烤起来前面后面。比较容易熟，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像这样子用炸的，啊，客人吃习惯了啊，所以就没有再改变。放上一个铁盘，隔炭加热，如同小型油炸锅，避免香肠烤得一身黑。只不过要忍耐的不只有高温热气，还有四处喷溅的滚烫热油。经常会喷到哦，下面的木炭也会喷啊，上面的油也会喷，这个油。应该有100度油，喷起来就马上会起水泡。挑筋去油是唤醒一天的起手式。温体猪新鲜直送，当天灌当天卖，保有肉质的美味鲜甜。猪肉真够加心，啊加心的肉较软较好吃，吃到那个筋它就会硬硬的。吃到那个油哈，它就会，就是我们在炸的时候，它就会喷油，啊，那个咬下去那个口感比较不好。香肠好吃的成败，肥瘦比例就占了一半。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老板张荒硕四处观摩，修修改改黄金配方。礼拜来大众话，有些较唔敢食肥的，
啊，你完全拢总无肥的，干那拢总正肉，你食个嘛涩涩无好食。上料的中药材啊，肉桂粉啊，白芍粉啊，高粱一点点啊，高粱伤济的时阵，伊会酸酸啊，下米酒。家底十外项，你若欠一项，今仔日的开口就拢无同款啊。避风就是讲人去食的哈。人家吃的海就是避风，啊你啊，就是人家吃袂下，迄就毋是避风啊，迄就失败啊。伊这就是生盐，这物件才袂歹去。挥别坊间使用的猪肠来灌肉，相比之下，娇贵的羊肠衣不止成本更高，处理的手势更要轻巧细腻。啊，伊这较细块，啊种较特别啦，人家看起来较特别，啊，伊种伫当啊，算逐工咧食吼，逐工咧看，迄算无啥物特色啊。海管较薄啊，较无遐厚，较会破去。甲这个一条一条啊，也一个猪肉比啦，比长度啊，看要几公分啊，哦，那一条要十八公分还是二十公分，你话搁薄去啊？国公的公爹在管，我管干。每到中午时刻，院子就多了一处风景。灌好的香肠一串一串挂上竹竿，借由日晒风干，带走水气，留下中药香和阳光馨香。猪肉有水分啊，爱曝白，曝伊稍啊打打，较袂歹去。啊，煎的时阵较袂喷水。像这日头人28度、30度，这晒3点钟都会晒。晒这伊吼，伊会较水分较大吼，内面的物件会较香。庄卡人薄利多销啦，而且肠仔较幼条吼，也着较长即丝啊。阿伯，吃了没有？阿伯。啊，买偌济？两斤吼。这要买只炒就好啊，煮起来辛苦无食，物件会歹啊。这个煮煮的炒炒。张晃说，炒菜颇有大厨的架势。国中毕业后，在台北餐厅当学徒，磨练20多年的资历，后场厨房的大小事都难不倒他。只是在异地打拼的游子，心里头总是挂念着年纪渐长的母亲。厝的剩一个妈妈尔，啊，剩啊，无通倒来，你放伊家一个伫遮，正讲跟伫遐做也嘛袂放心啊，啊，正来甲伊做伴。上来了嘛是有去住餐厅做一阵啊，啊，餐厅生意无好啊，啊，无好，咱伫遐要共领薪水也歹势啊。啊，咱就出来家做啊。去食头路，人时啊，还佫去较足远个，啊，佫无通啊，逐工倒来厝啊。啊，伫遮有通啊，逐工倒来，咱就看较会少啦。有舍也有得，努力付出也有回馈，简单平凡也是一种幸福。有一份工课，有一份薪水，安尼就好啊啦。人客食了欢喜，咱做生意的人嘛欢喜啦，哎呀。妈妈跟您做伙生活有欢喜吗？有啊，很开心，感觉讲饲囝有期待咱的地方。回到家乡后，从零开始，一点一滴堆砌更多温馨时光。的云林口湖乡，大多时候悄无人语，扰动的似乎只有风。但是这两年，渔温旁的海鲜热炒，炒热了村落的气息。他们是很道地的，而且他们每一样都很新鲜，很多都是自己生产的，他们的饲牧也都是自己生产，鸡也自己养啊，对，所以他们的菜是非常新鲜的。他们都是自己养的，很天然的，羊肉、鸡肉，你看到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养的，很健康，我很推荐。味道好，咸淡也刚刚好，那个肉质都很鲜甜，吃得很开心。
上桌的海陆鲜味多是老板家自产自销自作自售，来访之前可别忘了预约。我们食材都是当天现抓，那我们的四目鱼跟无锅鱼那都是当天抓，那当天烹调完我们不会放隔天。那一般会扁扁的，啊，我们这个咸水的哈，它会胀，那个肉会胀出来，外头，那头脑重重的，这个都是这样。养文蛤养了大半辈子的许明瑜自豪地说，他的文蛤池混养的鱼虾品质绝对不混。文蛤就是要咸水，它不可能淡水了，啊，所以文蛤池伊的内底。诶，鱼啊，你比如讲石目鱼啦，什么鱼都 OK， 包括虾子，伊有放养，就是当混养，混养好吃，还有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咸水，咸水养起来的东西啊，它肉质比较扎实，比较紧密，比较好吃。就像这么大，啊，你看，等你们。买到在吃这么大的时候，经过差不多要半年多，所以农民很辛苦。天气跟季节好的时候，它还 OK 了。啊，有时候长到这么大，那以前那个台风来下个雨水，它已经要收成了，死掉，你看很心酸呐。你就真的养这个跟我们养小孩很类似的，一直要照顾，要很细心的。爸爸的心酸，儿子许承修怎会不懂？盘商低价收购对父亲的冲击，他从小就看在眼里。当完兵后，他决定返乡，爸爸池子里养的全由他来销售。爸爸负责养殖业，那我就是负责帮他销他养殖的农渔产品，我们也算是一条龙。从养殖到我们的上桌，那我们也可以最直接的跟来到我们餐厅的客人讲说我们的养殖理念。当然，一定第一，大家要吃的健康，就是有无毒、安心。那混养的部分，那就是一定是友善环境。那我们就是不投药。除了海产，承修还把家族饲养的猪、羊、鸡全部收进他的菜单。这个是大伯养的羊嘛，它会有吃一些草类、牧草，那它会大大的降低它羊肉的那种骚味。我们这边就很简单嘛，我们能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我们就是用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也不用到说跟外面的人买。对，包含羊肉，大伯的鸡肉我们自己也养，猪肉我们也有养，那海鲜鱼类我们都有养，所以我们其实食材我们也很好拿取。从产地直送餐桌的食材，无需过多烹煮调味。滚水后下虾子，川烫虾子基本上我们都会加两个东西，一个是盐巴，再来就是米酒。这是我们那个咸水的无锅鱼，那一样是跟日木鱼、白虾跟蛤蜊，那是一起混养的。是做古早味的，人讲的庆粿鸭煲，那也是咸粿鸭。那我们的四目鱼，你看它这个肉质扎实，然后五香米温，外面你只要看得到它是那种无刺的四目鱼，基本上无刺四目鱼的形容是淡水的。为什么淡水？因为它们肉质软，所以它们拔刺好拔。只要我们这种三斤的四目鱼甘注也，其实拔刺的工人不帮我们拔，因为不好拔也麻烦，也拔不起来。所以我们的四目鱼其实讲拢有刺，但是伊的是肉质的是好食，因为订单。白虾穿烫吃原味，无锅鱼、石目鱼就做古早味。至于白鳗，主厨有新创意。还有白鳗我们会选择那个切大块，那姜片下油锅，基本上苦茶油白鳗你在外面是吃不到的，很少有人会去做。
就是很辛苦，对，什么就是都从你开始，所以其实我们都要必须当父母亲的一定要出来帮忙一下，帮忙哈，是我们做他最后的那个最背后的那个后盾，很重要。撑了大半年才撑到现在鼎沸人声的景象，选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开业，又在红桃追位的海口村，全村都在为这个二十出头的少年跑步担心，不太看好我们这种乡下地方。第一，它不临大陆；第二，它没有所谓的过路客；第三，他们会觉得我们这边没有市场，因为人口稀少、人口老化，包括年轻人外流。老实讲，我很看好我们在地的产业，因为真的是天然无毒，那食材一定是最新鲜的，蛤蜊、白虾、虱目鱼，这个我想把它称作我们的乌金三宝。李成修自信满满，海口的孩子没在怕，最雄厚的本钱就是年轻可拼。未来他还想结合村落周边的湿地生态旅游，带动更多年轻一代返乡就业。而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把阿爸养殖的鱼虾美美的卖出去，让池边回旋欢声笑语，就像孩提的时候一样。哦，好，好，来，谢谢。Q 弹爽口的甜碱粽搭配叉边，起楼下这个小摊子成为北港最消暑清凉的小角落。食材那个味道啦，哈，它嚼劲都很不错，哦，所以一般在这边吃过的人都会回来吃，因为好像都被人吃了，吃了回味无穷。主要有来到这边都会住啊，有时候还会打包带回家。这么好吃啊！对对对对，真的。他常常买回去，要买很多。像这个 Q 度哦，跟一般的都不大一样。对呀，我们这边的人哦都吃到这一摊，别的地方吃不到。吃不到。真的，这个很大口，这样哦，很下味啊。小个，然后再是小个，可以加几个料？加两种。你们是从台北来的？台北。那怎么知道这一家？他们朋友带的。哦。所以只要来北港都来这一家。对对对，特殊啊。对对对，他这其他地方没有，还没吃过。QQ 的吧。麻吉啊，麻吉啊。碱粽串边开卖超过半世纪，传承两代，维持原味，绝对经得起老顾客的考验。味道都一样，没有变。没有，如果变的话，人就不会来了。拢同款，都变了，口味拢无变。顾客的话，林家人肯定放心上。当年碱粽加串边，就是听从客人的建议。客人跟他反映说，夏天气那么热，啊，你这个又那么甜，啊，你另得加一点冰来试看看，啊，结果加冰下去吼，那反而它的那个粽子的口感吼，更能衬托出来它的那个 Q 度，嘿，不管是软软的，嘿啊，客人吃了以后觉得，哎，比你吃粽子加糖还好吃，所以粽子冰是这样由来的。甜粽冰淋上蜂蜜水，让蜜蜂也疯狂。他刚开始卖的时候，因为要营造出他的那个糖浆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他就是有加蜂蜜。那时候早期北港那个堤岸边有一家养蜂场，然后他的蜜蜂都不去外面采蜜，都直接来这边来，因为我爸那时候蜂蜜加的比较多，所以他就闻气味就来。那时候整个锅子里面哈，整个锅子里面都是那个蜜蜂，对，然后造成一天我爸妈他们在卖的时候，最少都有一次被他叮过。啊，那你要这样那爱咔咔咔，然后他有时候在挤的时候，然后就直接他刚好那个蜜蜂刚好在这边的球尾，然后他就给他叮下去了。接续父亲的摊子，算算也快十年了。林文良离开台中金融业务的工作，回到云林北港老家，盘算着一边找套喽，一边照顾离癌的父亲。
原本抱着过度的想法，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以前我小的时候都不帮忙的，那自己做的时候才知道做这个，如果全部都是自己夫妻俩在做，真的很累人。最后一个多月，他要走的时候，才需要人家照顾，不然的时候他那时候是都是要自己。到他走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不是很长啊，不是说造成的他的那个病痛拖了很久这样子。因为这一摊就是他基本上他就是从年轻开始做，就是做了一辈子了。这从开始回来的时候，糖要怎么煮，然后这豆子要怎么煮，然后粽子要怎么绑，然后绑好了以后要怎么煮，然后就是一些点点滴滴就是完全就是过程中每个细节他都会是就是不厌其烦的都教你。包两碗好，来你自己挑两种这方小天地有太多太多父亲的回忆，所以即使热闹的街道没落了，商店一家一家迁离，文良还是坚守阵地不肯离开。只剩下我一家摊位，全部都没有店面。你有想移店面吗？有想移，可是我不敢移，因为这个底是我老爸他们老妈他们做的基本上有很多客人都是小时候读书，然后后来长大了出去外面，他们如果说有回来的话，他们就是经过然后看到有开就下来。对啊，你如果说移掉的话，他就是看没有开他就走了，就舍不得移位置嘛。对，卖冰毕竟有季节性，多请人不划算，林文良一人雇一摊。暑假正热的那几天，一天狂销400-500个减重，他忙到头昏眼花。爸妈以前也是这样拼过来的，文良说，一个人出外雇摊，一个人在家包粽，两边都不轻松。我都跟他减粉，对，有一定的比例的，因为放太多的话那个会苦，你太少的话那个没有那个碱的味道。而且调的时候要均匀。原糯米要洗三次，泡过2小时才能加入碱粉。妻子苏江燕嫁来台湾才第一次尝到减重的绝妙好味。我以前在家连粽子都不会包。不会包粽子？对。有吃过吗？没吃过这一种。嫁来台湾才第一次吃到这个减重是什么东西对啊，而且又加了料又加冰，吃起来真的感觉好好吃。你这个米也要放得刚刚好，对，太多的话包起来会很硬。很硬？对，你如果说放少了的话，那个太软，会烂烂的。刚开始真的跟在公公旁边学的时候，拆了又包，拆了又包，我基本上快一年才学会，对，才算成功。绑的时候也是很讲究，绑松了会掉，绑太紧了会太硬。对，还要这样摇一下，还摇一下，给它均匀一点，要不然它都在这里，这边硬硬的，这边烂烂的，软软的。对，学问很多啊。对啊。所以都不能忙。多了媳妇儿这个得力助手，不断阿嬷担子减轻许多。话匣子打开，也爆了阿公的料。到明天早上。做无一项好。你讲阿公之前生意做无一项好啊？是啊。你做过啥物？哎，都好做些做些，讲袂了，不哪行，哪行都做着。无论油汤啦，还是凉的啦，啥物事拢做着。
哎，真偌痛苦诶！啊，你诶西茄拢会摕出来吼？我哪有西茄？你怎么无西茄摕出来？我都无西茄。计装摕出来未？计装，嘛是开了呀。看先生一个人在外面忙那么辛苦，会心疼？会啦，可是也没办法。没办法。对啊，为了生活。真的很辛苦，他一个人哦。有时候真的，连中午饭都没有办法吃。再苦的，再痛的，再舍不得的，还是一折一绑的蒸煮出甜美沁凉。北港骑楼下的冰粽摊，引人驻足的不只是古早味，还有生命的况味。二轮的霸丸，二轮人各有吃法。在地人都这样，就是把这个肉圆皮把它吃，先把它吃光。并不是说面线怎样。内馅等下有一个它很重要的功能，而且剩下你看，它就是肉炖制，然后跟那米浆、猪油香那个拉拉，就是这个完美的 ending， 跟猪肠子拉筋。在地知名饼铺第二代老板热心传授吃货秘籍。你看，这大灯头，但是哦，它这个大肠头，一只猪就只有一条，所以通常都是老饕，或是知道了，你就要先跟老板讲啊，预定啊，不然就是说，头家后面大灯头。哎呀，啊，你就吃着哦，很有嚼劲哦。而另一派则是把汤倒进霸丸一起吃，直接把汤加到里面去。你加什么汤？这是贡丸汤，它的贡丸也是蛮 Q 的啊，对啊，所以大家吃法不一样啊，不过都重点就是好吃嘛。通常人家都说，哎，给那边派出所头前金霸丸，所以大家都会说派出所霸丸。所以来这边的话，只要讲就会知道了。没有招牌，没有店名，位在派出所正对面的霸丸店，已经跟着二轮人走过一个世纪。那可以吃什么汤啊？野鸡汤啊，霸丸啊。尽管物换星移，不变的是四代人每日现做现卖的执念。一人工作已经够孤单，窗外那弯初秋的残月像添乱一样，把寂寞放得更大。还好廖高仪是乐天知足派的。以前这个是要用手打，敲敲敲敲敲，现在有机器就不用那么累。太白粉、地瓜粉，再来米粉拌成浆，麻竹笋和腌制过的夹心肉制成馅，再放进红色的碟子，涂抹成一座小丘。至于为什么要用碟子，还真没人记得，因为从阿宙时代就开始这样做。不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是妈妈就是拿这个红色的盘子给我做啊，哎呀。像没有盘子的位置，没要走嘞。背负第四代的名分，做霸丸的步骤，高仪闭着眼睛也不会出错。无聊，就每天这样一天过一天，同样的事情做久了就觉得枯燥乏味。或许太规律的节奏有点乏，退伍回家做了几年，又当逃兵，逃到台中做业务，直到母亲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他才不敢离开半步，差点死掉。后来找了比较有名的医生啊，后来就救回来，然后亲戚朋友都会去庙里拜拜啊，后来就。真的幸运捡回一条命。之前中风的时候想说啊，这辈子吃不到妈妈做的霸丸了。然后现在还好，还可以再吃到，就觉得感到很欣慰啊。妈妈会想到要养三个小孩了，然后就是日也做，夜也做，就是为了希望我们长大能有出息一点。结果还是我还是读完书出来还是在做霸丸，老师都会说，哎，你家里三好书嘛，啊，你就大汉做医生就好，拢免请啊，嘿啊。
这样讲好像不好笑。您去伪装，在那边照电视，去伪装啊。中风以后，廖妈妈的动作没有以前利索敏捷，但是米肠的制作她还是坚持参与。肠衣洗好，料拌匀之后，她就坐在小凳子帮忙灌米肠。实在闲不下来啊，为养大四个孩子劳劳碌碌一辈子，忙到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骑脚踏车经常骑到睡着累残。现在孩子强迫她多休息，她还不愿意。阿Jim，那暗时咧看你在走，在困，静静看你在走。早上起来，你哪能够在走？哎，到底是当时在休困？对啊，是这样讲。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好笑，可是做囝的就觉得有点心酸。你讲那真是的爱钱啦，不是讲安怎啦？爱钱就讲猛赚哦，赚一块嘛好，对不？啊，无你也讲借一块，你嘛爱行人对不？啊，那赚一块咱的呀。也减碳，人家想讲阿麦做啊，收收起来个，妈莫莫收啦，阮家个麦放掉，咱做只久啊。我做花生，要传承。开店前还有许多琐碎却又不能减工的细节，高姨耐着性子一项一项执行。骂完的酱料要自己磨米浆，自己熬煮。你走开，安心了，你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炸骂完还要用自己炸的猪油。猪油炸起来会比较香，对，如果你用那个沙拉油的话，它炸起来会比较硬一点，就事情很多。哎，啊，不累吗？很累啊，看我的眼睛就知道。想到这些人以后回来，少了这一位就没有回到故乡的感觉。第一站就先来这里报到，哎，吃完才能回去。两粒哈，九十加四十，百三。都忙成这样，哪有什么时间可以追老婆？全二轮的乡亲都在为他发愁。不过现在有个遗憾呐，就是。老大不小了啦，大家很关心哎，对啊，大家都在关心啊，全二轮都在关心哈，都另外上网赶快那个征婚一下，年轻有为，不烟不酒，无不良嗜好，对不对？下去领便当，八位啊，赶快结婚，男人对不对？要先有家才有认真工作。节目只有八分钟，讲那么多。五粒一个米，姻缘就随缘吧。或许月老暂时顾不到二轮香，但是廖高仪会把阿奏传下来的家传位顾好，继续在二轮的寒暑岁月里飘香。